狗剩你吃啊。狗剩。嗯。这儿东西还吃得惯啊？吃不惯，跟家里没法比。啊？哎，不，这儿东西也太好吃了。原来你爱吃啊，爱吃就行，爱吃就多吃点哈。对，狗剩啊，你第一次来广州吧？嗯，别客气啊，想吃什么就点啊。这要是你表姐买单，别跟她客气啊。对，客气。牛哥，别逗了。俺打小就没学过这两个字。我，服务员。嗨。再来一个牛河，两碟凤爪，三轮排骨，全部打包。好，行。去吧去吧，怎么样，表姐？哎呦，俺能跟你客气吗？哦，谢谢啊，狗剩。你吃饱了吗？好好。吃饱了，那俺就买单了哈。买单买单，小姐俺买单。138.6。哎，还不贵。多少钱？才138.6。这是什么茶嘛？稍等哈。就那么些，别浪费。小姐啊，俺还想再要杯咖啡，你一会儿再来买呗。好啊，那两杯。啊，对，狗剩一杯，我也要一杯啊。谢谢啊，牛哥啊。这大清早可能阿光动过俺钱包，把里面钱拿走，没跟俺说一声，俺里面就剩下10来块钱了，不够买单了。不够买单了？你早说呀，我买吧。哎，谁也别动手啊！俺来。啊，不就是100来块钱吗？让俺来。哎，行，你刚从乡下来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没事没事，俺有。我来。你们没买单呢？哎，我哎，把单子拿来。这，不就是138.6吗？这，俺有零钱，俺有的是。我说狗剩啊，零的让俺来，千万别敢争啊！我说你给我争了半天，就拿着6毛钱零钱呢？那当然了。零的俺来，整的你要出啊！你是大老板吗？我这小子，你说这是？行，哎，别来，划卡。谢谢啊！今天幸亏牛哥在，要不然今天啊，这是丢老人了。要不然表姐就太没面子了。哎，表姐，啊，你都来广州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连张信用卡都没有？跟俺们乡下人似的。信用卡啊，俺才不用那玩意儿呢。那信用卡就等于是借高利贷，那是借起来的时候那利息算的比周扒皮还精。你要是还债的时候啊，他算的比黄石人还狠。俺才不会用那玩意儿呢，那等于把杨白劳往火坑里推。行，香兰啊，你话不能这么说啊。信用卡讲的就是一个信用两个字，哦，是吧？只要是你按月还钱了，你就是透支了，也是免费的。不收利息，明白吗？还能透支啊！啊，还有啥好处呢？哎呀，这还用问吗？啊，方便啊！啊，身上不怕没钱用了。嗯，哎，你就说杨白劳了。嗯，他那个时候要有张卡，花一刷，那还怕黄神发狠啊？那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喜儿，干咽口水了。对，这话说的有道理。照你们这么一说，那俺也干脆赶个时髦吧，俺改名，俺也办张卡，花花试试。这就对了嘛，对吧？小姐，加水。哎呀，表姐好，表姐好，哎，谢谢。俺终于有了这卡了，狗剩啊，你表姐我现在也是有信用的人了。那当然了，连银行都信你，这还不叫有信用啊？哎，这还有一封信呢，也是银行寄来的吧？你整用单呢吗？账单？500块？哎，这是个新卡，俺没消费的，怎么就有500块了？你看，俺说这个信用卡比高利贷还厉害吧？这怎么一下就收俺钱了？哎呀，紧张咩啫？你这新卡一般唔会收你咁多钱呀嘛？嗱吧，唔系消费额嚟嘅，系积分嚟噶。呢度咧就系帮你积咗500分。唔系消费500蚊啊，放心啦。啊，消费积分？干嘛来的？换礼品咯。啊，咧头先啊，呢行仲写住啊，如果你积够2000分咧，就可以获得海南嘅双飞游。你而家有500分，即系仲争1500分就得啦。哦，俺现在有500分，等于俺再有2-3个月。再刷满那个，俺就可以去海南游了。梗系啦，你消费有积分噶啦嘛，
消费得越多分就越高。哦哦哦，是吧？对啊，消费越高，这分越高。哎，这好事儿哈。哎呀，表姐，嗯，那再过两三个月，你就可以去海南游了。那是。哎呀，太让人羡慕了。海南可是个好地方，那可是俺的梦中天堂了，是吧？哎呀，跟你讲，海南好啊，那个沙特别细，那个海水特别蓝，哎呦，还有到处都是椰树，很漂亮。哎，表姐啊，你去过海南了？啊，那去过了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其实说起那个海南来吧，那个地方是出了名热死人不偿命的，简直就是人间炼狱啊。好，哎，表姐，你还是让俺带你去吧。俺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？哎呦，是没说几句话，这么快这天堂就变地狱了。哎呀，表姐，你就让俺去吧。俺打小长这么大都没见过海呢。再说了，这张信用卡也是俺提醒你才办出来的嘛。哎呀，表姐，你就是说思路决定出路，啊，你就让俺去吧。啊，求你了，表姐，求你了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再这样摇下去，胳膊就脱臼了啊。就这么定了。俺把这个海南油就留给你，俺谁也不给，行了吧？真的，表姐。真的真的。那俺回河南就等你好消息了。行行行。哎，谢谢表姐，谢谢表姐。谢谢那个。阿祖啊。哎。快快快，把俺拿下。那就。哇，大嫂你上仓啊，买咁多嘢，哇，发达啦。哎。喂，唔系啊嘛。啊。纸巾。洗头水。哎呀，我呢啲屋企大把啦，你买嚟做咩啊？喂，唔似你性格喎。你家里有是有，也没事嘛。反正这玩意儿，这个保质期又长，摆在家里不怕摆。再说俺买这些东西啊，是为了刷卡累积积分的。哦，你知不知道？俺今天花了100多块钱，这积分起码有1000多吧。俺去海南的机票，说不定明天就敢送来了。哦，原来玩积分啊嘛。喂，大嫂啊，玩积分咧就好高难度噶噃。你试谂下，我听我啲朋友讲啊，100蚊啊，分分钟得个几分嘅啫噃。不可能！哎，前两天吧，也是买了100多块钱的东西，哎，上面积分就有500多了。你看看啊，这儿。啊，系噃。对吧？哎呀，大嫂啊，你睇下，呢500分咧系开户嘅时候银行送噶。啊？嗱，下边写明噶嘛。積分同埋消費額嘅比例係1:20，亦即係話100蚊咧就得5分。啊，才5分啊？那俺上哪攒夠這2000分啊？如果你要賺夠2000分咧，要使40000啊！你有冇啊？喂，嫂啊，話是話海南你去過啦，你使乜咁恨佢啫？其實不是俺去，俺是為了送俺表弟，讓他去的。我送人啊嘛，咁啊慢慢啦，唔使急啦。那倒也是，慢慢攒呗。哎，反正要2000多分嘞。哎，送包翻嚟啊，喂，走。哎，头先你表弟打个电话嚟喎。狗剩啊？他找俺干嘛？哦，佢问你海南游嗰单嘢搞掂未喎？切，有牌了，这起码还得过一年吧？啊？嗯，过一年赚的积分能不能攒够呢？唔系啊嘛，仲要等咁耐啊？啊。你睇佢口氣好心急喎，佢話今年一定要去到添。啊，係啊，佢話而家學緊游水㗎，嗰啲防曬露仲買咗成箱咁多添。不會吧？他夏天就要去啊？係啊。那俺上哪去給他消費這幾萬塊錢啊？哎，大嫂，嗯，看看，怎么样？挺漂亮吧？啊，漂亮是漂亮。哎，今天已经买这么多东西了，你再买不怕阿要说你啊？哎呀，没关系，我买的都是特价，而且呢，买的多啊才省得多。我们家阿耀啊，可懂得这个道理了。小姐，来，哎，帮我把它包起来，谢谢你啊。多少钱呢？300。哦，300啊。哎，爷爷有新东西了。对呀。哎呀。我忘了带卡了，可能是放家里了，现金又给完了。哎呀呀，俺这儿有嘛，给你垫上就是了。大嫂，300是吧？谢谢啊，我回家马上还给你啊。哎呀，好说好说。1、2、3，哎，你不是有卡吗？可以刷呀，积分呢？哎呀，你怎么给忘了？这就是为了刷卡积分的，你是？哎，这狗剩这人情，这记一点是一点。小姐，谢谢你，俺刷卡。谢谢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好的，好的。
哎，老婆。哎。头先王菲话俾翻300蚊你。哦，对对对。哎，乜佢差你钱咩？没有，上次俺们一块上街购物，他正好借俺的卡，刷卡买双鞋。咩话？你借个卡俾人碌啊？对啊，好牙烟噶！你知唔知啊？如果人哋攞咗你个卡，系咁以学你嘅签名，咁就可以碌晒你啲钱噶啦。哎呦，菲菲不是自己人吗？怕啥？再说了，狗剩的事你也知道，他回去全村这么一吆喝，没有人不知道俺欠他一次海南油了。要这事儿啊不了了之的话，俺以后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河南了。咁啊系，不过问题。如果淨係我哋兩個消費，就算1蚊幾毫都俾你碌卡，咁都有排碌唔夠啦，係嘛？就咱俩消費，確實也慢了點嚇。係咯。那要是咱們全康家一起消費，那不就快啦？哼，我都想啊，問題要佢哋消費冚唪唥俾我哋碌卡，咁咪肯至得㗎。梗係好啦，我哋兩個老嘢啊，唔使走脱，有人同我買喎嚇。係咯，係啊嗱。大家咧，如果買嘢咧，只管將錢咧就交俾阿大嫂。係，哎呀，就唔使大家走走趯趯。不過辛苦曬啊，香蘭啊。或者唔辛苦唔辛苦，我哋兩個辛苦慣㗎啦。啊，總之一句説話，邊個想買嘢咧，擺低錢，保證送貨上門。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哇，大佬，突然之間咁抵諗，係咪想咧換多啲積分去攞禮品咧？嚇！你知道就好啦，即係咁嘅。咁香蘭應承咗。嗰啲鄉里話要俾個海南油人哋，咁我哋講話要口齒噶嘛，係咪啊？放心啦，我話冇所謂嘅。最主要咧，阿菲菲都有卡，我唔知佢肯唔肯啦。我都冇問題，冇問題。阿大嫂今朝先幫完我啫嘛，我買嘢第一個揾你。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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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支持我，俺一定不會辜負大家對俺的信任和支持，俺一定會買回來最好最便宜的東西，大家放心。哇老婆，哇嗰对脚好似唔系自己嘅咁啊！而家点啊？你攰唔攰啊？哎，能不累吗？俺大清早就被二嫂指挥去什么黄沙买海鲜，然后又被黄飞叫到什么桂花岛皮具城帮他挑皮具。你都未算离谱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啊！老豆嗌我去买盆景，啊！阿耀嗌我买西装，啊！嗰两笪订啊，一个南一个北噶嘛，我真系想做死人咩？算了算了，老公，咱们是为了积分，现在东西都买齐了哈。啊，大清早没吃饭呢，去吃点东西去，走。奶奶想食啲嘢，哇，中啦！哎，大伯，我啲嘢想买啊。喂，你又嚟？我系啊，因为突然间口痕，想食个雪批咁咯。喂，靓仔，吓，你知唔知大伯我由朝到晚而家未有一样嘢落过肚嘅？我睇你唔系口痕。身痕定啦，系咪靓仔？老公，老公，别吵！咱们既然已经答应家里人，咱们要讲信用，是吧？系咯，即系有信用卡要讲信用啊嘛，嗬！即系我话想食飞鱼牌只雪批啊，嗱，呢度啊，过三，喂，靓仔，啊，滚个而家咩啊？听讲过半个俾过三我。我冇咁啊！街口嗰间士多系卖过半嘅，不过你行远啲，兜去隔篱街条士多度咧，就卖过三嘅啫。吓，即系大伯，你啊追求呢个最平价噶嘛？嗬，咁啊唔该快啲，我屙完屎出嚟就食噶啦。喂，你，唉，喂，老婆，我过几银钱点碌卡又？刷卡倒是能刷，你不能去士多了，你得去那个24小时便利店，搭的能到。唔系喎，老婆，买条雪批打的佢，我真系傻咗未好翻啦而家。哎呀，算啦算啦，我睇啊，你又打个电话俾你阿妈，话佢个女婿冇本事吓，帮佢赚唔到嗰个海南油噶啦。诶，咁样好过啦，你打电话吓。俺当初答应狗剩的时候，俺也不知道这事儿这么难办。妈，俺是香兰，在家哈。那个时候妈想跟你说，狗剩那事儿吧。嗯。啥？狗剩跟俺姨今天去你家了。啊。还买了好多好吃的哦，送那么多东西啊，还当着全村人夸俺呢。
哎妈，你放心吧，这村里人让你做的事肯定能做到。对，那个海南油没问题，你都答应他了是吧？一定办得到。对，妈你放心啊。哎，再见。我老公，啥叫骑虎难下嘛？先生有咩帮到你咧？哦，我想买嗰啲医痔疮啲嘢。有啊，呢种啊。哦，哦，好似系呢只。先生，你外痔定系内痔啊？小姐，你等我自己睇啦，啲咁私人嘅问题咧，你问少啲啊。哎，小姐需要啲咩药咧？哦，那个硫磺碱就完。哦，好。哎，先生，你未俾钱喎？哦。哎，没钱啊！三叔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嫂啊，你买药啊？哦，对，俺老公最近有点上火，要买点那个牛黄解毒丸。你买啥？哦，我过来买点药。哎，你买药可以正好用俺的卡刷卡嘛，可以积分的嘛，你买啥都行。唔使啦，嫂，嗰啲咁多嘢，系嘛？我自己有钱噶嘛，我带咗卡过嚟，我自己俾钱得啦。你刷自己的卡？系啊。哦，买贵嘅东西刷自己的卡，攒自己的分了。昨天晚上出去买瓶汽水，就让俺老公帮你跑腿刷俺的卡了，是吧？俺觉得三叔你这样也不太合理，是吧？嗯，我唔系咁嘅意思啊，我谂住钱少少冇所谓啦。阿嫂啊，碌你嘅卡，碌你嘅卡。阿姑娘，帮我攞嗰只感冒药。感冒药？你又没发烧，又没流鼻涕，你买啥感冒药？哦，为了帮俺攒积分，你这不糊弄俺吗？点会啫？咁。买多啲药可以看门口噶嘛？阿嫂啊，你嫌少钱嘅话，我买多几样嘢啦。诶，唔该，诶，俾埋头先嗰啲痔疮膏我。好好好，系啦系啦系啦。啊，阿嫂啊，咁我买呢啲。痔疮膏啊？系啊。你有痔疮啊？菲菲知不知道啫？嫂啊，问咁多做咩啫？俾咩钱啊？唔俾我自己碌自己卡啦。小姐，你给俺刷卡就行了。喂，你咁快速？你唔系话我要买药嘅咩？哦，对了，还有我的牛黄解毒丸，光看你这个去了。哎呀，这算来算去还差500。嗯，这啥时候能拿到那海南油啊？哎呀，哇，差500啫，系嘛？买部 DVD 都够数啦。不是500块，是500分。哇，500分啊！咁即系话要乘以20。喂，大佬，啊，成皮嘢噶噃，哦，系喎，嗯，哎呀，你说这海南油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说差一分也拿不到，哎，这不会到时候让咱出钱自己掏腰包买的机票吧？唔系啊嘛，而家旅游旺季嚟噶，啲机票冇得打折噶。那咋办呢？这怎么的也差500分啊？这得买多少冰棍才凑得起来呀、啊？哎，好心你啦，大嫂，仲谂埋晒嗰啲冰棍啊，你批发都搞唔掂啊！咁点算？计我话咧，一部42寸嘅液晶大电视就搞掂晒，近到咩咁啊？大只广，鬼唔知啊！乜你成皮嘢嘅咧？点止啊，分分钟皮几嘢啊！哇，好贵啊！咁系贵啊，贵啲。不过一分钱一分货喎，啊大佬你试谂下，屋企摆住42寸几好睇啊？靓仔，一讲到42寸兴头啊咁样，大家意思好似你想买咁啊，系咪先？李米华，我真系心喐喐噶。哎呀，那好啊，那赶紧啊，把那卡给你，赶紧去电器城买不回来吧。使乜咁急啊？话俾你听，电器呢家嘢咧就有降就冇升嘅，迟下先。喂，还迟迟。你再等下去，人家也不会白送一部给你，是不是？你又是个音响发烧友，你差了几百块钱就买个新的了。你像那42寸大的不液晶，你早点享受。系啊系啊，靓仔，人生苦短啊！你谂下几廿年，眨下眼就过咗去噶啦。你出嚟，靓仔，帮手。嗱，我应承。即系知嗰个咧，就知系你啊，大佬大嫂啫。如果唔知嗰个啊，以为系 sell 电视机嘅添。你乜到？喂，买张卡嚟问，啊，系俾张卡。帮人拿卡给你。喂，你话时话嗰42寸边个牌子好咧？你话，老婆。哎。老婆，哎，你快去睇下，银行有封信嚟。咩？嗯？机票。系咯。哎，老公，海南游的机票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终于完成这个心愿，再也不欠狗剩人情了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哎，你又唔争狗剩人情啦？问题我哋而家都唔知点同阿祖交代。阿祖咋啦？
我哋咪逼佢買咗部42寸液晶嘅。啊！然之後啱啱托翻屋企咋，嗰頭商場降價啦，降咗2000多蚊，你陰公真降咗咁多啊！係啊，佢而家屋企抌曬心口啊！第日見到佢，我唔知講乜嘢好添，真係。表姐，回來啦！哎，要狗剩回來啦，看你喘的，来，坐坐坐。哎，狗剩啊！哎，那，俺把票给你弄好了。以后可别跟俺说还欠你的啊！表姐，你对俺真是没说的，你什么都不欠俺的了，要欠就是俺欠你的。你欠俺啥了？俺欠你车票啊！哎，你看看，这是俺从村里出来的坐的汽车票，这是到县里的车票，还有这是俺来广州的火车票，这是刚从东站俺打车过来的车票。不不，你等会儿，你给俺这么多车票干嘛？不干嘛，找你报销啊。报销啊？你的意思说你来广州这一趟是俺请你的？哎，你是俺表姐，俺不找你俺找谁啊？啊